初めてこのクーブクを点了那个阿里中红茶，而且加那个白玉，忘记了，加应该是白玉吧。我今天睡到现在是下午2:30耶，我大概下午12:00才起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昨天晚上的那个宁夏夜市真的超赞。目前我在台北最喜欢的那个夜市，我觉得。然后我觉得饶河夜市也是蛮好的。然后那个是什么 ？Meat Fresh 鲜鱼鲜，哎，感觉很好吃耶。我是说一个肉的，一个菜的，鱼鲜包，这两个。30块，不知道南下要去哪里。而且我应该要去那个台北车站，然后去那个迪化街，啊，不是迪化街，迪化街应该是。然后可乐可真的好好喝耶，可乐可很可以真的。然后我刚刚查了那个回日本的时候，要那个怎么讲，那个 PCR test。那个我们是就要付3500台币，3500耶，太贵了吧。我以为1000台币左右的那种，因为我没有打三次的疫苗，我只有打两次而已。我也很好吃，居然都空了半个小时。这个台北车站有的这个金山，我知道这个叫什么。这里的这个超好吃，我觉得。这次我选的是黑潭。等一下，台北车站，好漂亮。今天这个有点硬耶，没有那个软软的，没有。在台北区车站居然买得到60块而已的便当，开心。好到了，下这边有学校，然后米克下，然后再去1分钟，还有可乐可，还有吴奇兰呢。最悪見て、これ買ってる時にさ、これ、ね、こんな感じでいいじゃんちょっと思う。服びっしょびしょだったんやけど、最悪見てこれ。台铁便当，じゃじゃん，看起来超好吃。而且这样子60，等下我今天忘记带雨伞了。台北的天气忘记带雨伞，真的。等一下，这样这个味道真的快热死，真的不行，拖。等一下，你看卤味，看起来很好喝，但是不能调整这个甜度冰块。